乐儿初升小学生字生词培训班第十八课第一个 Now 现在，我哋亦都可以用 at present 去讲嘅。at present 亦都系解现在咁解。好啦，我哋睇翻呢个字啦 ，O W 我哋系会读 O， 而 A 咧系嗯。所以整个加埋就是 now now now。 第二 new 是解新，另外一个字我们可以用 fresh 是新鲜，例如我们啲鱼啦、啲肉啊、菜啊，我们去街市买嘢嘅时候啦，都会买啲新鲜嘅蔬菜啊咁样㗎，或者是 up to date 新穎的例如一些的時裝一些的電子產品我們都會用 up to date 去形容到件產品是一件很新的東西的。好了，看回這個字 EW 我們會讀 EW EW N 是整個字加起來就是 new new new。第三 lose 被大家都应该识嘅啦。嗱，首先就 magic e 唔要个 e 啦，前面就 o 同埋 s， 所以成个音就系、是、嗯 o s nose。第四 number 数字有另外一个字嘅解释就系 figure， 都系解数字。睇翻呢个英文字咯 ，b e r 咧，我哋系会读 bear， 因为 e r 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系 r 加埋个 b bear bear bear。u m 系n 系成个就系 number。Number。 第五 next to 旁边 EX 呢是读 X N 加上个 T， 所以整个字就是 next to next to。 第六 night 晚上，这个 light 呢不同我们这个光的 light， 两个是不同的，一个 N 音，一个是 L， 我们会读 R 的，所以呢光我们会读 light light， 而晚上呢我们会读 night。 看回 IGH 呢我们是读 I 的，大家都记得的了，加上个 T， 所以整个字就是night night。 最重要呢就不要将两个字捞乱了，因为有阵时读得快快地呢都会两个字的音呢会捞乱了的，但读单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好分清楚呢同埋这两个音，一个晚上一个是光。第七not 不的意思，即是不要啊不是啊这解的。将这三个字很简单 ,N, O 读 O 啦，加上个 T， 整个就是O t not not。 第八 old 老，年纪很老我们就会用这个啦old。 好啦，但话有阵时你讲一啲好古老嘅嘢，一啲古老嘅文物啊啲咧，我哋都会用古老，但系唔系用 old 啊，我哋会用 ancient。 呢、這个字咧比较深少少嘅，高年班先至会识嘅。咁啊，大家喺度听住先啦吓。
好啦，另外一个字咯、哦，系 past 过去咗嘅，系啦，我哋即系以前做过嘅嘢，我哋而家唔会再做噶啦，咁我哋呢啲就成为过去啦，嗱就唔系经过嗰个 past 啊，吓、这个、呢个咧 past 系解以前发生咗嘅事嘅，同 old 咧两个咧系有少少出入噶，但系字义咧就好相似噶。啊，睇翻呢个字咯 ，O 咧，我哋呢度咧唔读 O 噶、哦，我哋呢度咧要读翻 O 音下，所以成个字就 old 解老噶。第九 open 开打开嘅意思，嗱喺呢度咧，我哋都一样咯、哦。呢、这个 O 咧，我哋咧要读翻佢长音，唔可以读 O。这个音的 EN 我们读 P 是 P， 所以整个音就是 Open Open， 大家不要将 PEN， 哎呀 PEN 这个字就是 Pen 咯，我们就很简单读，就说 O 就读 O 的，所以就 O Pen， 完全不是这样读法的，千万不要搞错，这个是读 Open Open。 第十Oh dear， 天啊，我哋好多时咧，好赞叹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用到呢样嘢啦。除咗赞叹之外咧，我哋亦都会用感叹嘅，例如话，哎呀，真系惨啦 ，D 一个音啦 ，E A 一个音 ，R 又一个音，所以成个字就 the e r dear。两个字加埋就 oh dear。 第十一 or 或者咁解，有另外两个类似嘅字嘅，就系、是、maybe 或者 perhaps， 呢两个字我哋都要解释为或者或许咁解下。睇翻到 o r。在这里 O 呢，我们就不读 O 音的了，我们就要读 O O 读 O， 所以整个字就 O O。 第十二 Ours， 我们的我们的，另外一边我们会发觉一个 Our， 这个 Our 就是我们，这个呢是属于主动式的，我们的东西睇返 example 例句啦， our pen， 我哋嘅原子筆， it is ours， 呢支原子筆呢係我哋嘅，咁樣大家就比较容易清楚分辨啦， our pen 係我哋主动去拥有呢支筆， our pen， it is ours， 呢支筆呢係属于我哋嘅，呢个变咗被动式㗎喎。好啦，所以就话 our 都系解我哋嘅嘢，但系咧就我哋主动去拥有一样嘢噶。而 it is ours， 即系我哋而家学紧呢个 ours 咧，个又加咗 s 之后咧，就变咗做一个被动式噶咯。好，睇翻点读咯。呢个 o r u r r， 读快啲 ours ours ours。第十三 onion 洋葱，好啦，第一个 o 喺度 o n i n i n o n n， 成个字就 onion onion。第十四 page 一页一篇，例如我哋书本里边嘅一页纸，我哋就用呢个 page。首先就是这个 Magic E 不要了的 E 字，读前面这三个字母，第一个就是 P A G， 我们这里要读回长音了，整个就是 P A G， 读快点 Page Page。 第十五 Peer 碗斗，碗斗有另外一个呢就是 Bin， 两个字是不同的，一个咧系长方形，入边有好多粒细小嘅豆嘅，或者我哋叫做碗豆。
但系话如果到个豆佢系一粒一粒嘅，好似黄豆、红豆呢啲咧，我哋就会叫做 bean 一粒粒嘅。好啦，我哋睇翻呢个字咯。第一个系 p， 我哋会读 p，e a 读 e， 所以成个字就系、是、读 p p p。Yeah.